那时玛利亚动身赶往山区，来到犹太的一座城，进了撒加利亚的家，即刻问候伊撒伯尔。伊撒伯尔一听到玛利亚的问候，腹中的胎儿就跳跃起来。伊撒伯尔就充满了圣神，大声高呼说：在女人中，你是最有福的，你怀的胎儿也是有福的。我主的母亲乃探望我，我怎会如此荣幸？看，你问候的声音一入我耳，我腹中的胎儿就欢欣跃动。你真有福哦，因为你信了上主对你所说的话，必会实现。